这是一个风不和日不丽的早上，老婆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兄弟几个就私奔到悉尼东边的一滩岩石上。现在是8月16号早上7点，要加签吗？现在的浪高是1.7米，涨潮。今天的目标鱼是黑毛 （Black Drummer）。来了，哇哇哇！啊，shit，脱钩了。去！不知道哎，牛逼牛逼！这个你拿回去。好啊好啊，给孩子吃。应该可以清蒸，或者我觉得可以煮汤。你看它很滑，这种很滑都适合煲汤。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，这啥呀这？哎呦！哎，这还可以，可以吃一吃。可以可以。还行，这可以清蒸了。下午4点回到家后，老婆的眼神里写满了愤怒。她说不带孩子就跑哪儿浪去。我二话不说，大黑毛打了火锅，爆炒了葱烧鳝段，大嘴巴煮了豆腐汤。之后他怒意消退，并且下意识的咽了咽矛盾的口水。海边老威，下期再见。